霜，我脸不要放霜，不要放霜。没有男朋友了，没关系，我单身一辈子可以。就是等一下会顶在他胃的部分，这蛮硬的这颗球。这铁球哦。羊水还有宝宝的重量。这个重量我觉得还好，但这个重量是要撑到你生完。我不行，好重。好重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这里真的是让妈妈爽。无数分娩，这是最痛的人。哎，你很懂粥哎。辅助分娩是什么？辅助分娩就是打催生针的模式，它的阵痛是一直往上加，往上没有休息。它是一种，哦，它是一种波浪感，哦。哦，它会一阵一阵的，你懂吗？我一直在觉得它在震动我的肉，不是痛的感觉，是麻。它每到一个急剧就会突然跳一下，跳一下。哎呦，有了，它是在扭曲的感觉。哦。我脸不要放霜，我脸不要放霜，我脸不要放霜，不要放霜。你看我剪刀脚了，啊！我怎么觉得我的膀胱一点啊？炸！吓！吐！要叫出来，我要叫出来。一百级了，一百了吗？一百了。哦，我觉得我再忍一下就过关了，撑住！啊！多少？一百一了。哇，没有这样子。出来了。你看你的娃娃快要看到了，已经看到了，你看到了哦。哇，一百二了，哇，真的一百二了。哈哈哈哈哈。宝宝生出来了。120你居然可以忍完我蛮惊讶这件事的。Ready, let's go。现在的状况是你还 OK 的。我还可以讲话 ，OK， 我们可以聊天。现在才11好 ，OK。嗯，这个阵痛的话，它会随着你的进展，然后本来是从5分钟痛一次，进展到3分钟痛一次，然后到后面的话，那个疼痛指数越来越强，然后休息的时间越来越少。哦，来了，你要出来了吗？他突然上去的时候，你可能会突然叫起来，哎呀这样子。他是突然上去，你看我觉得我。踩着，顶着，对，顶着。这姿势很难看，不要这样拍，不要这样拍。哇，这是。现在还不到惊痛。还没到惊痛。啊。惊痛是60。哎呦！现在上去了是不是啊？对。现在几级？现在还不到50。哎呦，不到50。哎呦。腰比较痛还是肚子？肚子，这来了，他来了，小黄金来了，哎呦，你不行，真的可以按哦，那66。哎呦，好麻哟，奇怪，怕汗已经。我再撑一次啊，这是最后一次了，我撑到80就好。是啊。出80你可以耶，我觉得你可以90，你要试试看。多少？91了，可以了，加油！最后一波了。这样你辅助分娩跟自然分娩都120。
你很厉害，没有人做得到。哇，来了，他来了。小李来了。那怎么办啊？你身材。出，炸，炸炸炸炸。105告诉我，你97而已，炸炸出，可以，出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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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必须撑住，剩最后一个来了吧，来了，手上都是啊，有了，小黄金出来了，18是哪个金？118啊，2919，好出来了，出来了，投出来了，中大奖了，完了，他机会停是不是啊？没有他机会停啊，他停吗？不会，你要按，还没有啊，120。你好棒啊，对，连中两届了，哇，你真的是真的可以了吗？可以了，来了，我要帮你报，我要帮你报数字吗？还没开始的时候皱没了，皱起来了，脸部皱起来了，现在应该才20而已吧，20了，他是折磨你玩休息，在折磨你在休息。哇，这个屁啊啊啊！是多少啊？27，只有7。哇，这哦，这样比较这只是差不多。哎呀！维持吐气，叫声，叫出来。哇！要不要我们叫出来？这个背，哦，我是觉得前面真的是还好。真的是背，这背真的不行啦！我觉得真的是很多那种针灸，一直一气齐发这样子一片。这个背啊！我想你用头去撞那个玻璃，会不会舒服？啊！这个背！啊！我不要有男朋友了，我没关系，我单身一辈子可以。有流汗吗？流啦！我平常大便就是流汗的人。热到不行就流汗的人怎么可能是不流啊？女生的背是不是都比较弱啊？天哪！毒气！啊呼！不要死！哎呀！70了，休息了，很棒。再一波就好，再通一波就80了。我看到了一道曙光。天哪，保险措施做好啊，各位。我觉得到80以上，那个肚子的疼痛感就来了，开始有人在揍了。哦，80后原来是痛肚子啊！叫出来，小黄鸡，你不要这样折磨我姐啊！哦，用魔胎。100万！休息，休息，好，我再一个继续看看。加油！哎，我真的不行哎！可以！啊！叫出来！啊！我不行了！姐妹来！真不行了！有马上松掉吗？有马上松掉，但是，哦，那个背你怎么撑过来的、啊？我是很佩服你，这整个这样子，就唰啦啦啦这样子上来的，哦天哪！因为他可能是最后要把它伸出来，机器伸出来。我有准妈妈们，背后的那个肌力你真的要去练，太痛了，真的太痛了。120，110，姐，我真的答应你陪你去运动，孕妇瑜伽。你真的这样伸不出来，好痛，太痛了。虽然你很能忍痛，要带她去运动。哦天哪，真的太痛了。OK， 今天的体验结束了。我不是说她真的蛮厉害的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，她可能瞬间痛完，可是下一个阶段她让你舒服一点，然后这边又一直痛。它是一阵一阵，一阵一阵，是
硬，然后让休息一下下，然后再上。对对对，我的感想就是，所有的怀孕的妈咪啊，或是老妈，我老妈，还是大大各位妈妈，你们都很辛苦。对对，怀孕10个月，然后还要生小孩，然后还要经过这一次那个折磨，那个疼痛。难怪大家都说你的生日都是母难日。对，真的是母难日。我今天看了就想说给自己一个心理建设，大家会不会感到害怕？不会，就是一个告诉自己啊，我真的要该运动才可以避免这些情况。希望让全天下的男生们、爸爸们也都可以体谅一下你。